没看见啊，你上那边找找吧。谢谢啊。哎，爸。哎呀。哎，阿姨。哎，您看见我爸了吗？没看到啊。谢谢啊。真是急死人了，这明天就是新年了，还有重要的事儿没办呢，人跑哪儿去了？噔噔噔噔噔噔。爸，哎呦，女儿，我到处找您呢，您跑哪儿去了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您可别耽误了大事儿。你还有大事？不是我，是您。我有什么大事啊？爸，啊，给您找个女朋友。又来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女朋友不要。哎呀，爸。给您找女朋友您不要，让您去幸福驿站养老您又不去，这幸福驿站里有长者学堂还有长者食堂，多好呀。哎呀，幸福驿站有什么好的，都是一些一把一母。哎，那个陈一把假期输了耍赖还要我让他哦，还有那个孙二妈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整天在那用手机拍呀拍呀拍，也不知道拍些什么东西，都吵死人了，不好玩，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不要去了。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好，以后你谈恋爱养老的事儿，我全都不管了。哎呀，女儿不要生气嘛。女儿啊，乖女儿不要生气啊。哎，那爸爸问你啊，那你给爸爸找的那个女朋友，她漂不漂亮啊？当然漂亮了、哦、爸，我跟你说、啊、这幸福驿站的李主任说了、哦、今天下午三点给您介绍一位当老师的。三点啊？哇，这个幸福来的有一点点偷懒啊。好了爸、啊、您赶紧回家收拾收拾、啊、整得帅帅的 啊, 啊，我去上班了，下午三点在这儿不见不散啊。啊，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呀，找女朋友了就是讨浪漫呀。哎呀，呵呵，哎呀，那是要搞事情啦、啊、要啊，呵呵，哎呀哎呀，讨浪漫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在幸福的驿站里挖呀挖呀挖，挖出多多的服务幸福老人家。各位亲，这里是向阳社区，我是向阳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幸福驿站的孙二妈。我们幸福驿站里啊，有长者食堂，还有长者学堂。长者食堂啊，营养丰富，经济又实惠。长者学堂，学知识，长知识，与时俱进。各位宝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哦。嗯，爱你们，有事离开一会儿，拜拜。耶，零一杠，哇，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你妈！哎呀！孙二妈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吓死人啦！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我的直播呀？呀，我没看到，整天就看到你在那挖呀挖呀挖，也不知道你在挖些什么东西。挖出多多的服务，服务您老人家呀！哎呦，为我服务啊！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，切！你吧，啊，我告诉你吧，我现在可是大网红。哎呦，网上的 fans 那可是呀啦呀啦。fans 啊，啊，嘿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呀、啊、就是用我们湖州话说的，
什么？你是说芭比谁错呢？你莫说那个了，进城一些没有用的东西。哎呀，我今天找你啊，来来来，什么事啊？我找你有正经事儿。有什么事啊？我准备啊拍一部戏，专门反映老年人被骗的反诈宣传片，请你来当那个什么男一号。我演男一号啊？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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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男一号是干什么的啊？就是那个被骗的傻一把。是恶吧是恶吧。我问你啊，哎，驿站里有那么多的老头老太太，你为什么不叫他们演啊？你叫我演啊？啊？因为你是一个什么大冤种。冤种啊？弄烟啊？孙二妈，你就会拿我开涮，不演。哎呀，林一发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片子拍好了发到网上去，那你可就是大火大火了。孙二妈，不用网上了，我告诉你。我现在我很火。哎呀，不是网上，是晚啊，不是晚上，是网上。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上，网上还是网上，我问你啊，我的脸上有写着“冤种”两个字吗？啊，叫我演。问你啊，上个月你是不是买了一个枕头，花了50000块钱？不要乱讲话。林一拔。50000块钱买了一个破枕头，哎，哎呦，你真是遭天啊！那白你弄啊，没白你金弄啊！好了好了，要不是我及时报警追回了你的钱，你的钱早就归了。哎呀，你不要！就凭这个，演不演？我不演。不演？不演。当真不演？不演。好。那我就把你上当受骗的事啊公之于众。什么？快来看快来瞧、哎、不要乱喊。你把花了50000块钱买了一个破枕头、哎、你不要乱喊。你说他是不是傻、啊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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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你，我哎呀，我演了我演。爸，哎呀，请你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。妈。儿子。这是你妈啊？这是我爸。叔叔，不不不，爸，谁是你爸呀？谁是你爸呀？你怎么叫他爸？哎呀妈，这是我女朋友啊。爸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哎，你俩这是？我们。哎呀，这都是你，这什么事儿？什么情况？我爸跟你妈？我妈跟你爸？那咱俩不就成了？兄妹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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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arbecue 了 ，barbecue 是啥？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啊，一把后脑都没拔呀！啊 ，barbecue 不会 Q，、啊、那叫 barbecue， 什么意思？就是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完蛋了，大家都在呢。林主任，哎、林主任呐、啊哎，你好，林一把，这是幸福驿站送给您的新春慰问品，给我的，给您的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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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林一把，啊，我们呀还想邀请您，还有更多的老年人和我们呀一起共度除夕夜呢，你要不要来呀？来来来来，一定了，一定了，一定了，摇摇摇，摇摇摇，林主任，来来来。这位就是您给我爸介绍的女朋友，这事儿我可不同意啊！我也不同意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刚才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我爸和他妈，他俩都这个了。我也亲眼看见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爸，嗯，明天开始啊，您就别去幸福驿站了，咱们就居家养老，我照顾您。你不是让我去幸福驿站养老吗？我改主意了。那我也改主意了，我要去幸福驿站养老了。你怎么说变就变呀？好好好，就去幸福驿站。哎，但是爸啊，来啊，您和阿姨呀、啊、她不合适，她可不是您的女神。不是妈，您跟叔叔呀不合适，她可不是您的男神。
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们哎呦，什么？你俩呀，误会了，别在这儿乱组 CP。你爸还有你妈，可是我请过来的演员。啊？这为了让你爸爸呀，更好的融入到幸福驿站的养老当中，我呀邀请你爸和孙二妈搭档，共同出演呀老年人反诈题材的作品。哎，你们说合适还是不合适啊？原来如此啊，合适，合适。林一马，孙二妈，合适不？合适吗？我看啊，真合适。哎。啊，要不要感谢我一下？我感谢你什么？把你带上了道啊。什么道？幸福驿站养老的金光大道。孙二妈，那我就请你去走我们虎州的虎道。走起。这样。今天啊，真的是喜事连连，林一马也融入到了幸福驿站的大家庭。有。持续发展的福州